为什么父亲节要问爸爸要怎么过？那你期待什么？对啊，那你期有没有什么期待啊？女儿给什么礼物或？我其实还蛮想换车的。这应该是跟老婆讲。你跟父母讲啊。父亲节没有画过卡片，还是画？有，但是你们一定看不懂，那个父亲节有任何关联。这个布布是不是很喜欢化妆？对，你女儿会吗？会，也会。会。啊，我觉得他们对于妈妈会有一种崇拜，对，而且觉得梳妆台这个地方实在太有意思。好多东西、哦。对，好多东西，很多瓶瓶罐罐、小小的，然后又可以看。妈妈在脸上画很多东西，他们觉得可能是像画画一样的概念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小女生都会有一个公主的那种梦。我女儿现在很聪明，姑娘现在会吗？姑娘不会，姑娘会放在嘴巴里面吃。现在还会？会吃什么？口红哦？你想得到啊？那姐姐会帮妹妹画吗？会，但是她没有办法靠近她。他不会让他得逞，不会夹睫毛，他会拿到那个，他今天早上拿那个玩具里面就是医生用的那个镊子，他要去夹睫毛，夹他妹，就是夹，他又没有夹我，让他不要夹，所以他就夹他妹，但他妹让他靠近他脸的时候，他妹就会反击，所以还是没有得逞。是妹妹很凶，是不是？蜗牛比较有自我想法一点，他比较不喜欢被人家控制。对，他会如果太侵犯他，他就会咬他。